嗱，永如，我知道你都即系拍好多戏啦，咁爹哋妈咪都会即系帮你拣嚟接啦。有冇啲位系即系可能诶，因为读书嘅关系，所以你拍唔到啲游戏咧？有，因为今年五年级，所以要重新要考中学，所以就唔俾拍。你自己会唔会都好想拍？其实有啲，有啲噶。有冇上次同爹哋妈咪即系倾下话，哎呀，你俾我拍啦，其实我得噶咁样？咁好似冇。但其实想的有啲咁如果你自己揀即系拍戏同读书，你自己点样样，即系点样平衡啊？你自己觉得？假期咯，假期拍咯。跟住学业嗰阵时，即系测验考试。会唔会想话俾妈咪知话？其实我得噶，你俾我拍啦。冇啊，但系想考完试，等测完验啊，中学嗰阵时好重要嗰啲时间。咁你拍咗五年啦，头先都讲咗啦，会唔会都有啲位系想同即系因为拍戏，所以同爹哋妈咪有少少拗叫嘅咧？呢度好似冇。爹哋妈咪有冇都同你讲话永如你拍戏还拍戏，但系你即系书一定要读得好。唔一定，我好中意努力讲嘅啫。即系都冇俾呢方面嘅压力嚟嘅。自己覺得做得好不好啊？呢方面好，啲成績都好嘅，得普通話同英文。即係方便嚟㗎。即係自己都滿意嘅。我知道即係睇你拍嗰啲戲啦，有時都好辛苦噶嘛，即係有古裝啊，又有少少即係動作啊嗰啲，你自己即係講真，好多我哋有好多時睇到嘅話，哇！大家都知道我拍劇好辛苦啊，你咁細個去拍，你自己覺得辛唔辛苦？不辛苦，好玩啊！我覺得好開心。有冇即係整污糟曬、好熱嗰啲，你都唔覺得辛苦？覺啊！我屋企沖過涼。最長你試過拍幾耐啊？試過都係10:30啦，即係夜朝早拍到夜晚。唔會嘅，即係晏晝咯。佢朝頭早嘅話。好快就搞掂。即系从来都冇任何一刻你觉得系好辛苦，冇。爹哋妈咪会唔会反而戥你辛苦啊？有时唔知啊，冇问过，冇问过。所以因为即系你觉得唔辛苦嘅原因系因为你，因为我觉得好好玩，好得意咯。好中意，系，好中意。再辛苦啲都唔怕，都唔怕。完全唔驚，唔驚，係啊！就算即係我見到之前你有啲譬如整濕曬啊、污糟曬嗰啲，你都唔驚，完全唔驚。好玩，好玩，自己睇翻自己作品咧，會唔會好有滿足感啊？即係自己睇翻自己電視嗰啲。OK， 會睇嗰陣，你咩感覺咧？會唔會檢討一下自己，即係有邊啲做得好啊，做得唔好啊，定係點？爹哋讲俾我听。爹哋通常除咗放胆，就系爹哋通常会讲啲。话要，你知要大胆啲。要佢叫我做咩就要，即系尽量跟翻佢咁做。跟住下一次你会即系听翻爹哋讲啊去做。系啊。自己觉得咧，爹哋讲得啱唔啱？啱啊。啱嘅。全盘接收，冇乜所谓。系。全盘接收。